这个啊是免费的票，但是我没有空去。志勇，你也喜欢音乐剧吧？你们可以一起去看呢。哇，没想到华尔兹会在这个时候派上用场。就是啊，我还是第一次在婚礼上跳舞呢。我是因为不知道他有女朋友才找他喝酒的，但你明知前还那么做，不想当不要脸的人，你就最好小心点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又一起吃饭吧！全新2小时，东森戏剧台。